因为咱历史性啊差四分之一条，啊，必先讲吼，咱四色历史地当吼顺利来受历史的这个聘请，所以啊，再来伫农会办退休。那么退休一段期间的话吼，啊，真侪只农民朋友啦，讲总爱说，啊，你提就袂了，你敢不爱转换跑道？吼，啊，搁继续来服务，啊，我嘛一直咧思考了。参加政府员最后我问，安尼，因为我伫整个农会啊，将近要到四十个这个年资，吼，啊是这样，这个农业厅，吼，啊我对农民农业非常的爱护，吼，就是咱个农民拢嘛非常的疼爱。农民的收入啊，这整个的农村环境就会改善，吼，啊所以了后我才决定讲，啊如果啊无来选农民代表，啊因为我嘛加思考过。整个工作在线的这个农民代表内底，吼、哦，无一个农业出身，所以我嘛想着，啊，农民咧甲我咧安尼好哦，啊来转换跑道来工作，吼、哦，啊来服务来咱水区的人，吼、哦，最起码整个的这个农业部，咱来咱来当帮助，啊，农民的需求，啊，那干那咱会当比较辅导，尤其来工作行政单位，这个职务来。所以我才有那个意念讲，啊，我来参选过来，吼、哦，啊，当然一般咱拢所听地方的这个地产，拢是讲地方建设嘛，道路、水工，有都真正一个，吼、哦，民意代表正式关心着农民，吼、哦，啊，这农产品成长安怎品质好个，营销会出力，所以我才吼意念来参选这个民意代表。希望讲在位时人，吼、哦，啊，上面先生的一票来甲我支持，让我有机会替你来服务，吼、哦，啊，因为我是新人啊，吼、哦，啊，当然，但是这个经验是足够的，希望讲所有的同事是多，吼、哦，给我一个机会，让我服务看，我相信讲，只要给我本人，吼、哦，会当当选，我相信讲，我会非常用心，因为过去农民服务时阵，大家拢看会到。两个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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